今天来干篮球哈，给俺们安排个黄山岩，这个买菜。哦。耶，老板娘又漂亮了。你漂亮。老板娘黄山没得。有。好人缘是。哪儿不行？有啥没得？没得啥的。那我吃点嘛，我。这好多肉，我能有三十斤。一下吃了。今天这一九月份啊，看能不能吃得爽。好多。一百八十斤。再瞧瞧。哪里？这儿有寄生虫没有啊？没的，就是。那寄生虫啥营养都没了，营养就是寄生虫嘛。好。来点麻烦了。没有。好，来就。大叔，好久没有。不会。有啥没有？没啥的。那我吃两斤嘛。好的。那点虾米呢？两块的。两块的啊？哦。哦哟。没啥的呢？没啥的。没三块钱，吃点儿。两根葱子。哦。小油葱，阿刚点火，要点开干。炸至金黄就可以了，盛出来，再加点猪油，下入黄山爆发水汽，放入花椒、白糖、料头。豆瓣儿，下入大蒜，来点点香醋，软化鱼骨，调味盐、八角酱，加入清水，大火烧十分钟。香梅辣，黄瓜条。起锅前再放一点点香醋，压到了起锅，就这个大蒜炒蒜段，我厚几点皮问你们一个，小红心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， 感谢你们。来啊，我请客，要点开动。妈，从这汤里面呢，你妈啥哇？还是好东西，来吧。这个是黄山，当然是好东西哦。五十五。哦。嗯。有点吃到脱骨哈。那怎么动啊？就吃这个大蒜，大蒜是龙趴的大蒜。那有名就难。如果吃完以后啊，拿这个下面哈，你压一排碗在这个面上。黄山面，八十的吧？鳝鱼面呢？哦，鳝鱼面。那狗粮吃两顿的啊！啊！我还是别弄菜的，就黄那个稀罕东西啊。嗯。啊，吃名堂的。啊。比牛肉都贵，你看嘛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。如果喜欢我，想付老师的光买，我咋买？我咋？我没得钱。拜了个拜。